小心，你们这样子很危险。那你先说我一下。我坐下来跟你慢慢讨论，好吧？现在这样子很难说。现在网上比较流行那个短字，您怎么解释啊？没有，很好玩。今日下午，成龙现身人民大会堂，有媒体在人民大会堂门口成功堵到成龙大哥。成龙看上去心情不错，满面春风的，还和记者开起玩笑。当有记者问起关于这次的提案，成龙老师表示要私下和记者单聊。而关于最近超级流行的短字的看法，面对记者的一路追问，成龙则回应称很好玩。简短的回答后，成龙不时地提醒媒体小心。坐下来跟你慢慢讨论，好吧？你现在这样子很难说。那您稍微下两步来。现在网上比较流行那个短字，您怎么解释？对，没有，很好吧？看路。那个短字您知道什么意思吗？看路，小心。